我住细汉，到互人等伫医药院。那你这一年来，我拢是靠我家己的双手拍拼，才会当饲我家己，阿哥阿妈。恁即马煞走出来甲我讲，恁是我的爸爸妈妈。那呢，我孤单寂寞需要爸母安慰疼惜的时阵。 林哥伫咧倒位？我对恁早都无期待啊！晶晶，我来甲你讲，我来甲你讲，晶晶，抱歉，应该好好讲，毕竟伊是母仔，玉英的话，晶晶应该听较会入耳，好，再见。 你可要关心我啊！我之前只是甲伊当作是副总的妈妈，不过即马我的心情真正足乱，我真是感觉我就对不起你，我嘛足亏欠你的，我唔敢唔盲讲，你会原谅我。 我甲你希望你会当给我一个机会，到底你的身躯边，好好照顾你，好我真正的做妈妈的责任，好不好？不过，我伫你的眼内，是一个破坏君子甲毁天毁地的第三者呢。刚刚你拢会感觉，我互你感觉足见笑。 确实是一头野手，把人红杀查某，因为我家己就是受害者。当年我家己放下，就是我想要挽回我的婚姻，想袂到害我的查某囝变成一个迫害别人家己的第三者。 这一定是你讲背后我的报应。你如果安尼讲，我如感觉真正足见笑的。你想要爱查某囝，应该是足乖巧、足听话，而且纯洁、一个单纯的查某囡仔对。不过偏偏我唔是。 妈，伊是一个让伊感觉的人。我甲金姐的代志，那是何以这样？伊一定足生气的，我得看伊的天花俊杰，安尼是变安怎？对，你讲了无唔对啊！伊阿妈的个性，为着要甲恁两个人分开，伊怎可能会爱转去？ 我找你嫁，你莫紧张，莫紧张，拜托你，咱做伙来想办法，莫有这代志发生就好，咱做伙想办法。妈，俊杰甲慧婷敢毋是离婚啊？
啊，慧婷已经已经搬出去啊。妈，卡叔公，你莫甲阿妈、阿公、爸讲，这件代志，得永远拢无人知影。你这不是给因泼上来冒牌货？我是冒牌货，无唔对。唔过我到今啊，也是同款继续咧留伫咧李家。啊你咧？虽然讲你的亲生老爸是李有贵，唔过又该安怎？伊甲你同款嘛是这尔无路用。伊一讲到暗，当面来呛声讲，伊一定要甲一片手快。结果伊这句话已经讲规半世人啊，李俊豪。你若是真正想要做这一片的接班，有啊，但我死啦！你敢对不起？我的人生囡仔变成扫草婆了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！你囡仔变成安尼，拢是你家己做得来。自细啊，你什么代志拢比袂赢我，只我傲了底。虽然我甲你，甲你有一点仔血缘关系都无，不过上起码我会感觉车用我栽培我是有价值，所以我只我都继续留的。啊你的！你卖去讲啊！安怎？你本来就是一个废物，甲家人讲。你真摆开！你卖在姑笑皮了袂？你连我这个走路不方便人，你拢拍袂赢我，你还敢会当创啥？你归去去死死好啊！真是走来吃，我以前哪个怕去哦？等下若是有人报警是安怎？哪个怕带我来走了？我无想要将我的时间浪费在这款废物的身上。李俊杰，李俊杰，你莫走！好，俊豪，拜托，莫搁闹啊啦！你要放给我找李俊杰？莫啦，带我来走啦！想哭的，俊豪，俊豪。啊！李俊豪的家属，嘿，有事啦！李俊，我好在，今晚怎么安怎？啊，患者经过急救，生命迹象暂时已经稳定啊。啊，不过，不过安怎？你紧讲嘛。啊，不过伊还袂真正脱离危险，因为伊有内脏破裂、内出血，必须要进一步动手术。时间若拖愈久，会愈危险。因为你的后生身份较特殊。无法度使用健保，所以你必须要家己出医药费。哦，家己出医药费哦，紧去批假。哦，医生拍摄总结吼，啊，俊豪这个手术需要偌济钱啊？大概需要二十万左右。啊，爱二十万哦。刘贵，你是唔通跟我讲，你身躯顶连二十万拢无啊？医生，我拜托你啦，身体我后生动手术，钱的问题啦，我会当当去撞的啦。哎呀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医生啊，你头拄仔不是讲哦，阮囝啊，头愈久哦，愈有生命危险啦，拜托拜托喂。是安尼无唔对啊，但是阮之前阮帮医生有特别交代过，只要是李有贵所提出的医疗需要，我必须要先把钱付清，才会当做。啊，恁医生有真正安尼讲？哎，你也知影嘞。我是这间病的 VIP 呢，嘛是应对的好朋友呢。哈，啊，恁即马哦，甲我列入黑名单。啊，过去，我去找院长。啊，伊即马是李院长是。院长，这个月已经出国去演戏啊，所以你昨暗归眠，讲联络袂着伊。恁也是赶紧去替恁后生装医药费。哎，无啦，医生啊，哎，医生啊，